辛苦了。我跟你说，妹子，我这当哥当的够格吧？太够格。为了你们这点破事儿，我嗓子都喊哑了。你太不容易了，苗哥。而且你今天那么卖力的把俺宣传，卖出那么多飞机，而且你还送我回家，谢谢苗哥。送你回家那是哥愿意，懂吗？那什么，你和大鹏现在什么情况？几个意思了？哦，像下雨一样啊！别笑了，说了，你和大鹏几个意思？什么情况了？哎呀，我感觉就这个样吧，苗哥。我能看见他，明天还跟他好好的，就挺好的。因为不管我明暗跟他说过，或者暗地里暗示都没有用。我感觉他呢，就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。不可能！哎，不可能！我跟你讲。大鹏这个人啊，我太了解了。别看他平时大大咧咧，脸皮薄着呢。他脸皮薄？对呀、啊。他不可能。我是看着他长大的。他这个人什么的，他越是喜欢的人，他越不好意思表白，对吧？他背后没少夸你，说你可爱，他骂你。真的吗？那是必须的。你又骗我呗，苗哥。我对天发誓。我骗你，我让雷给我劈了。哎呦，别，那你得劈多少次啊？你上一次你就骗我，你说他喜欢野蛮女友，结果来差点他把我撵出去。上一次是策略上有问题，你也有问题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。这一次你记住了啊，我们一定要放手去爱。有一首歌叫《放手去啊》。哎呦，别唱了，苗哥。飘上去。我跟你讲，我挺你，你影子姐、佳琪哥都挺你，大胆放手去爱呀、啊。放手去挨，对，真的吗？你相信我吧，妹子，你看哥都给你出了个这么好的主意，哥嗓都哑成这样，你给哥整瓶水啊？没问题，买一箱水，走哥。我要冰镇的。放手去挨。对呀、啊。当然了，外边买的线根本不行啊，颜色都不对，只有自己染的出来色彩才丰富好看，指出来啊。那你也不能在我的茶几上染这个破烂玩意儿啊。你怎么能说破烂玩意儿啊？我这都是艺术。再说我不在这染，上哪染去？那你应该把它拿到楼下不是有臭水沟吗？你上那去染呢？你说你在这染，你看这染色，你要掉地毯上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地毯可是纯毛的啊。花仙的，花仙也是花钱买的。哎，老苗啊，我想正式的跟你谈一谈，咱能不作了吗？啊，我知道这些年啊，我肯定是让你压抑的太久了。如果真是的话，我今天向你赔礼道歉。哎，真的，你别这样。你说你这样吧，你说你弄这样，我操，心里我都害怕、啊。苗子妈呀，你怎么能说我是作呢？啊，那你这我这是艺术，是国粹，懂吗？啊，国粹。对，你老杨啊，你发现没有？啊，咱们在一起生活了也快30年了。嗯，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很失败？那是因为你娶了我。那你知道我的失败是什么吗？那是因为我嫁给了你。其实你并不懂生活，生活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你能回答吗？为了什么？生活。嗯，应该。啊，行，那我先说啊，生活是什么？反正我理解的生活就是柴米油盐醋，然后上床睡觉关灯。庸俗。我怎么庸俗？你不上床，你不睡觉，所以你的生活质量是低的啊。我们应该重新发现自身的价值。重新活一次，活得精彩一点。像我，发现栾之秀，我在这里
已经感受到生活的真谛，生活的美好，同时也发现了自身价值。我想我的后半生就要投入其间了。美，很美好啊！我要为自己活着，重新活一回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世人都说神仙好，唯有儿孙忘不了。继续。先说到这里。你这版的喜剧我看了，离生活太远了，一般人根本不会关注的，这版不行。我觉得这版没什么问题啊。对啊，我们现在的剧本就是要来源于生活，但是要高于生活，这是要经过艺术再加工，然后呈现在荧幕上，来让我们的观众来去欣赏。那是你这么想，正常人他不会关注这些东西的，你等于说是白写，你写完了拍出来也没人看。这怎么是我这么想的？这明明是观众的一种口味，观众是要把自己无法是在生活里实现的一种愿望，能够通过在电视上就把它实现出来，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这种虚荣心。我们现在写的是电视剧剧本，不是童话故事。电视剧本，那就如果你要是不要求收视率的话，那我就马上可以给你写出来一个很低收视率的，但是非常通顺好看，接近地气的电视剧剧本。可是你又要求我要是喜剧还要有高收视率，那我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。小你什么意思到底啊？我什么意思？我说这版不行。哎，你别冲动啊！你冲动干嘛呀？我这事儿我觉得我比较赞成佳琪说的，真的有道理，别把老百姓想太低了。他写的我觉得这可能挺好的了，你说你一会儿让他把悲剧写喜剧了，又把喜剧改成撒狗血的剧，你这个乱改的都改不了了，你让别人怎么下笔啊？到底要干嘛？这根本这几个事儿尿不到一块去啊！现在第几稿了？第九稿了，九九八十一难，唐僧把经都取回来了，咱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呢，这个不行啊！所以你，那，这，借一步说话，来，借一步说话，来。同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没什么意思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。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他以前怎么工作的你也不是不知道，心情不好不行，有事儿不行，我一个责编我还得替他写，为什么呀？不就是因为当时我爱他吗？哎呦，我亲爱的，合着你这次来是来报仇的呀？啊？我的天哪，人家基督山伯爵那是为了正义，对吧？你白宝山伯爵不是那什么，你白小欧伯爵，你这报仇为了什么呢？啊，再说了，这个女人报仇多少年都不晚，是不是？你别在这个节骨眼给我报仇，你现在是一尸两命啊，你把我给搭理了，白伯爵啊。什么报仇不报仇的，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正常的责编跟编剧是什么样的关系。不是伯爵，这会儿不是教学呢，好不？咱不谈关系了啊，就谈怎么弄。你别再逼他了，你再逼他，他真不写了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干不了了，对吧？那就麻烦了，鸡飞蛋打呀！我求你了，伯爵，我给你来个中式的啊！我可以，我求你。行了啊，怎么样？就算我给你面子，就用原来的第八稿。这才是我的伯爵啊！那个，来，这回终于算是过关了。别高兴得太早，后边还有分级和脚本呢。谢谢你在谢总面前替我说话。那也是在你剧本过关的基础之上。这次你对我要求一严格，让我学到了很多市场收视方面的知识。是啊，我们俩也是时候该长大了。谢谢你啊，每次都让你当免费司机，谢谢啊。客气。哎呀，又买菜去了。又打车回来的。啊，是啊。不是，我今天大工通过了，我高兴才打的车。真的？真不错啊，把小欧开恩了。啊，最近没找我麻烦。那挺不容易啊。
那是啊，这不大纲通过了吧？哎，老婆，你知道这意味什么吗？意味着咱们又有金豆要入账了。哟，白老师，通过你大纲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次还真多亏给你们白小璐了。他要对我不严厉点，我还真不了解市场。我一直进入了一个误区，我一直在想这个故事的延续性怎么好看。可小欧一来呀，马上开始一个逆向的思维，一整合变成了佳佳是来故意破坏红雨跟小静的一个第三者，一个坏女孩，颠覆吗？这么看来，白老师还真是你的灵感女神呢。还真是啊。不，哎，菲儿，你这可你不对了啊，你干嘛拿话把我往里绕啊？我什么时候绕你了？我说的是真的。不是，我那大纲通过了，能挣钱了，你不高兴啊？当然高兴了。哎，就是呢，佳琪，我是想能不能写完这个剧本以后，你换个稳定点的工作呀？不是，我那工作不稳定吗？你看我在家里进行创作。写剧本，还能老陪着你跟孩子，不好吗？好是好，我是担心啊，当作家当久了成职业病了，在家也得给我编故事。那不可能，我对你编过故事吗？没有吗？不是，有吗？蔡瑶刚才看见什么了？说。白小欧开车送佳琪回家。送呗，这有什么呀？他们俩不是一块工作吗？哎呦，这是工作就好啊，我不是担心吗？担心什么呀？你知道啊，佳琪原来跟那个白小欧俩人闹得天翻地覆的那事儿，好家伙，好不容易分开了。现在好为人家说写剧本又凑在一块儿了，他们写的又全都是啊卿卿我我什么亲亲热热情情爱爱的那些事儿，你看说着说着，嘿，俩人弄不好就旧情复燃，回头再弄出什么岔来，你让人菲儿怎么想啊？挺八卦的你啊。我八卦我还八仙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不能掉以轻心啊，咱们得把这个事故掐死在苗头当中。回头我得敲打敲打这佳琪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办法好，咱开会，郑重其事的说一下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哎，你就在那儿，别说太明了，但是必须点到了。反正这白小欧是咱们家克星。没错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真觉得这苗头不好。我跟你说，我相信质感。你真别说我八卦。咱们和那个苗子别做那个电视剧的什么续集了，把钱还给人家。乐乐的那个手术费，我和你爸我们出。不是，没有说。你别说。为什么呀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想让你和白小欧在一起。我当初早就告诉你们了，我帮苗子写这戏，白小欧是责编。那当初你们干嘛都支持我让我去啊？哦，我现在已经写到第九稿了，你们又说不让我去了，那我受这么长时间折磨我干嘛呢？有意思吗？为你好呢。我们不是为你好吗？害你啊！菲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什么我都行啊，什么意思？都行？不是，都行是什么意思？啊，让我退钱？没有，我没说让你退钱。不是，你们都想干什么呀？你们在怀疑我什么呢？是怀疑我要跟白小鸥旧情复燃是吗？我去之前我已经把手话放前面了，要让我去就别怀疑我。怎么着？现在说的话都不算数了是吧？行，我退钱行了吧？我现在就给苗子打电话，我不光退钱，和赵家全部都赔了，日子就别过了。行了吧，你嚷什么呀你？不过就不过，赔就赔，咱们家就是砸锅卖铁。我也希望咱们家这日子过得踏踏实实的，怎么着都行。不是，咱们家这日子怎么不踏实了呀？你们怀疑我什么？你们是抓住我什么证据了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你嚷什么呀你？你想把这房顶子给挑了啊？你妈说的不对，你好好说呀，干嘛你嚷什么呀？弄得家里跟打仗似的，干嘛呀？好听啊。就跟他说什么？干嘛呢你？小声点！找卡呀，给那苗子还钱呢。还真当真？我凭什么不当真？我孩子睡觉，轻点。自己爹妈说了两句，你我受不了这口气，凭什么就这么怀疑我呀？他们也不是说的没有一句渊源了。那你们到底是不相信白小鸥还是不相信我？我原来是相信你的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也相信你的。菲儿，咱俩得好好过日子，知道吗？别老这么猜来猜去的，两个人之间需要的是信任。我信任你啊。菲儿，今天晚上我得赶三级分稿出来，我得需要一个安静点的空间。那正好，我也想去趟影子那儿，孩子反正还睡着呢，得睡一会儿。那你就写吧，啊，行。一会儿写完就叫妈过来看着。嗯。疼了你！你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那么听风就是雨啊？什么听风就是雨啊？我怎么听风就是雨了？要不你别跟我说，你跟我说我就得说话。要说你就好好说，什么叫退钱不干？本来就应该退钱不干。我告诉你吧，你要是想杜绝白小鸥跟咱儿子在一起工作，你就得退钱。我告诉你啊，老邓。咱们把钱退给人苗子有两个好处。第一，咱儿子和白小鸥不在一块工作了。第二，儿子和菲儿他们没有条件出去单过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俩根本就不会同意。谁说不会同意？谁不会同意？这都不同意。谁说的？你没听刚才菲儿说呀？他说我都行，这就说明他也不愿意咱儿子和白小鸥在一块工作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他要是知道白小鸥天天车接车送咱们儿子，你瞧着吧。这我知道，这事儿你就别再瞄了，这瞒都瞒不住了。你说我知道，人家菲儿人家同意，他不愿意让儿子和白小鸥在一块儿。那要说。让菲儿自己说，你别再说了啊！回头再把那个佳琪给惹急了，他来一个破罐破摔，再跟那个白小鸥闹出点什么事来，你踏实了。不可能，儿子和过去不一样了，他和菲儿两个人有感情。嗯，你看看你啊，你这一晚上就听见你在那儿长吁短叹。哎，你说你以前也不这样，怎么生了个孩子倒变成怨妇了？心里不舒服，不舒服就说说吧。你到我这儿来不去为了诉诉苦吗？哎，姐们的耳朵可随时为你打开啊。好像我经常是个怨妇似的。啊，你以为你不是啊？哎，这回你们家老邓又犯什么错误了？
我觉得我跟他的婚姻进入了倦怠期。就这样？啊，怎么了？我当多大的事儿呢？这你就得好好向我和苗子学习了。你看我们俩都劝他多少年了。那你们干嘛还结婚领证啊？你没听说过那句话呀？哎，这左手摸着右手，他虽然没感觉了吧，你要生生把他剁了还是会疼的嘛。那你们图什么？图个安定啊。也是啊，要是邓佳琪也能像苗子那样一心就想着赚钱的事儿，别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都不想，我也愿意安定。你真以为苗子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？远的不说，就说上次牛少蕊那事儿。哎呦，那不都过去的事儿。哎呦，这事儿能过得去吗？我就是平时不愿意提吧。你说白小鸥在你心里能过得去啊？咱们俩情况不一样。我告诉你，邓佳琪只要一见到白小鸥，他就思如泉涌，写东西唰唰唰，那叫一个畅快。回家一见到我，就思路闭塞，什么都写不出来。那怎么了呢？那说明什么问题呢？说明什么？说明白小鸥对邓佳琪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。不是，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？太可怕了！赶紧给我抽出来吧你！哎，有点自信行不行啊？啊，我心里就是不舒服嘛。你要是实在过不去呢，你就这么想。哎呀，我们佳琪挣钱了，我能搬出去单住了，我可以脱离他爸妈的势力范围了。要不是我天天拿这些想法麻痹自己，我早都跟他急了。我怎么听你话这意思，好像里面还有别的故事啊？我看见白小鸥送邓佳琪回家不止一次了。其实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哈，啊，你看啊，我跟苗子的新房子买的确实远了点儿，他白小鸥不是有车方便吗？那干嘛不坐地铁？也是啊，现在交通都挺发达的了。那你说现在你想怎么办啊？我能怎么办？不过我觉得你说的也对。送他回家能证明什么呀？不就是送他回家吗？没准是佳琪搭顺风车还能早点回家呢，对吧？我就是心里不痛快，现在说出来就好多了。什么意思？我问你觉得幸福吗？什么叫嗯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你觉得幸福吗？我在问你。我的意思就是你要觉得幸福，那就幸福啊。哎，咱俩之间是不是沟通出现问题了？我在问你幸不幸福，你一会儿又问我来了。幸福，幸福，幸福，行了吧？敷衍我！我怎么就敷衍你了啊？
我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那你到底让我怎么办呀？那菲儿，我问你啊，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幸福？幸福就是跟自己爱的人生活在一起，白头到老，彼此之间没有猜忌，没有隔阂，互相信任。那爱情保鲜期有多久啊？没想过。菲儿，我告诉你啊，爱情的保鲜期非常非常的短。婚姻是靠什么维持的呢？就是要去适应对方。什么叫幸福呀？幸福就是真正的互相适应了，从爱情变成亲情，变成亲人，然后两个人好好的厮守一辈子。你就拿我爸我妈说吧，他俩现在还有激情吗？对不对？那我们的爱情呢？我们的爱情？嗯，或者说你对我的爱情，还是已经直接选择了过渡到亲情，选择平淡了？菲儿啊，其实我特别想好好的跟你谈场恋爱，但是咱们的条件不允许啊。你看儿子现在病着，我妈更年期闹得那么凶，咱们的生活压力又这么大，爱情对于咱俩来说呀，那属于奢侈品。那你跟白小欧呢？不是，你要非往这上面绕，那咱俩没法谈了。声太小，我没听着。声小啊，哎，那就说明没打架。我行，哎，没打架。我也觉得没打架，但是你干嘛这么说话呀？我不是让他听见吗？谁听见？趴着门缝都听不见。你瞧瞧你，你逗死我了！你干嘛这么……他放开说话，没打架。啊，行行行，哎，我跟你说啊。明儿啊，你去跟那个佳琪解释解释，啊，把这事儿圆一下，别说佳琪心里不痛快，再影响工作。知道。啊，你干嘛什么事儿都让我说呀？你干嘛老拿我当枪使啊？你自己怎么不说去？我发现你真是够……不是，这不是亲善的事吗？你是特命全权亲善大使。想了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嘴狡猾了。这。阴险，就是一老特务。特务？什么呀？那你觉得你是葫芦娃呀？儿子，快来吃早饭了。我不吃了，上班去了。哎，别！哎呦，你爱吃的就是脑，吃两口。我路上自己买的，吃了啊。你吃两口呗，我不想吃。干嘛呀？我知道你生妈的气了，别生气，妈也是为你好啊。我不是说非得让你就不参加那苗子这个事儿，让你把那钱退给人家，主要是不想让你和白小欧接触的太密了。人家也有男朋友了，你想啊，那人家男朋友人家也不高兴，你这不是给人白小欧添麻烦呢吗？妈，你有完没完呀？别生妈的气了，儿子，妈，那吃早饭吧。啊，那个什么呀，乐乐的尿不湿刚用完，我赶紧给去超市给他们买一下。这急急忙忙跟出去，
不会盯梢去了吧？还真没准。别是，假期也没吃，也急急忙忙走了。儿子现在是油盐不进呢。不是他现在情绪顶着牛了，这事缓缓再跟他说。反正什么事儿，只要有白小欧掺和，好不了。你下来没有啊？我在北门，你过来吧。心情不好，昨天家里又出事儿了。昨天跟我妈跟菲儿又吵了一架。为什么呀？他们当初同意我跟你搭档写这个戏，可现在又开始怀疑我了，非让我把定金退给苗子。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俩。主要是我表现缺失。没关系，我都习惯了。行，别想太多。我没事儿，不过我看你烦成这样，昨天的稿子是不是又没写完？我哪有心情啊？行，今天苗子又得给你急了。谁说不是啊？家里跟我急，出来苗子跟我急，我都快烦死了。谁让你自找的？我是说，你这样下去可不行啊！我们白天聊得好好的，你一回家就出状况，把白天聊的都给忘了。你再这么下去，苗子不得跟你玩命啊！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？我已经在努力赶稿了。一会儿这样，我们到了苗子家，把昨天聊的几个点再聊一下，然后我就跟苗子出去，你自己在苗子家写，好吧？那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我这个责编不就是为了保证你顺利的完成剧本吗？家里给我找麻烦，苗子又给我添乱，倒霉你的支持跟鼓励，我估计我又跟以前一样了，破罐子破摔，选择逃避了。有些事儿呢，你还能逃避得了；有些事儿你逃避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你说的是啊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之前我跟你说吧，你还嬉皮笑脸的跟我顶嘴，瞧见没有？这又开始白贴金晚上送了吧？哼，要我看，用不了多久，那白狐狸还得搬到你们家对门去住，兴许早就在苗子那儿旧情复燃了呢。你别胡说八道，你真能想象？不可能的。你还别不信，我告诉你说吧，你说苗子跟邓佳琪什么关系啊？那整个一死党加铁杆啊，早就打着掩护呢。苗子哪敢？苗子敢，那影子就饶不了他。哎呦喂，那王新颖他管得住苗子吗？谁都看得出来，就你最傻了。哼，我跟你说啊，赶紧的告诉那邓佳琪，以后要搞创作回家写去。什么呀，非得跟那个白狐狸搞在一起啊？让他少接触他。怎么着，那你要跟他谈不明白，要不妈跟他谈去。不是苗儿，你别掺和了，就回家跟您说说，唠叨唠叨，你跟我往上拱火。拱什么火？我这不是给你出主意了吗？赶紧的跟那邓佳琪直接摊牌，就警告他，以后再也不许他跟那个白小欧勾勾搭搭的，要不然你跟他离婚，抱着孩子就回家。哎呦，你说点有用的行不行啊？别动不动就说离婚离婚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招最管用了，你还别不信。
你真要是抱着孩子一回娘家，那你的公公婆婆肯定饶不了邓佳琪，邓佳琪肯定来跟你服软啊，没跑。你那手里啊，攥着他们老邓家的命根子呢，那孩子可就是你的尚方宝剑。你听见了吗？别心里那么没数。婆婆，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乐乐有点发烧啊？啊，也有点闹。你说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呢？那行行，我知道了。怎么病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在我妈这儿呢，妈跟我说的，她已经带乐乐去医院了，我在去医院的路上。去医院了，这么严重啊？啊、嗯，行，那你先过去，我马上过来啊。好了，孩子出事了啊？我儿子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刚才身体不舒服去医院了。我开车送你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跟苗子说一下，我今天开不了会了啊。行，好，那有事打电话啊。不是怎么的，孩子病了。是啊，我们都到小区门口了，佳琪接到菲儿电话就赶去医院了。那也严重不严重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我也得看看去。这孩子一病嘛，真揪大人的心。不是，这孩子不知道怎么样了。我也跟你去。哎，你别去啊！你想啊，这孩子一病，他们老邓家人全到了，这你这一去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好，那行，那你去，然后知道什么情况打个电话告诉我。好，好，我先走。哎，我给影子也打个电话、啊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哎，影子，哎，我，你赶紧通知蒋公子，让他去医院。佳琪的孩子病了啊，咱医院门口见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张婶儿，帮我把茶具收了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？你怎么来了？我给他打电话了。我接了电话，我赶紧过来了。林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就是轻微感冒，连烧都没发。我老听何大夫说啊，你们老是一惊一乍的，没事儿。怎么样，亮哥？没事儿，普通感冒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苗哥跟我说孩子病了，我以为怎么了呢？赶紧把电扔给刘红红就过来了，真没事啊。没事，谁来了？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就好。嗯，那行哥，那我出去门口迎苗哥他们去啊，去吧，不给你们添了。没事。哎，真的是没感激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没去公司啊？啊。会改下午了，哎，你不要去公司开会吗？怎么没去啊？佳琪孩子病了，他去医院了，哦，今天的会开不了。哦，严重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接了电话，急急忙忙就走了。要不要去看看？应该不用吧，他们家人应该都赶过去了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小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啊。没事，为什么不高兴呢？我有不高兴吗？没有啊。我知道你有，而且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。我为什么不高兴？你看到邓佳琪一家过得开开心心的，有点不舒服了吧？你现在给邓佳琪的剧本挑刺儿，也跟这个有关。想太多了吧？看来你还是忘不了邓佳琪啊。
你是在担心吗？我不担心，只是我有一种感觉，好像你跟我在一起又有一种下嫁的感觉。怎么会这么想？小欧，其实你的内心有点纠结。一方面你觉得是邓佳琪甩了你，可另一方面你又不承认这个现实。我说的对吗？苏凯，你应该知道佳琪现在已经结婚了，也有孩子了，我跟他也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我现在只想帮帮老同学，尤其是苗子，我只想帮他们把这个剧本弄好。而且你也说过你会给我时间。我是说过。小欧，你看你周围的这些好朋友都各自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，而且生活得很开心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组建自己的小家的。开场序幕两相起舞，鞠躬落幕不自辛苦，送出欢乐独自痛苦，你说这样其实何苦，在我身后默默付出，为我做的历历在目，对你的爱不说也清楚，不知不觉已没有你呵护，得到掌声失去了你，就像这场人间喜剧，荣誉奖项谁又在意，在这庆功会没有你，哭着走来笑着离去，尽力一生想看一部喜剧，给我幸福伤痛留给自己，但是如今已没有你消息，这一世在人间相遇，永世再没机会可以拥住你，我的心寄送给你。得到掌声失去了你，就像这场人间喜剧，荣誉奖项谁又在意，在这庆功会没有你，哭着走来笑着离去，经历了一生想看一部喜剧，给我幸福伤痛留给自己，可否也让我这样。